外白渡桥哦，之前大上海就在这里拍的外白渡桥，嗯，就是那个周润发演的那个大先生。哎、欸，那我们会去色戒的那个地方是吗？师傅是这？对，这就是外白渡桥，是吧？就跟你说呗。这不是写的吗？外白渡桥，这不是写的吗？外白渡桥。你刚有瞄到了吗？没有。我傻，原来是你那个角度都看得到。没有，这做功课。你逼了，哎，上面吧。哦，开箱了。哦，它直接有电源卡了。本节目由 Expedia 没有赞助播出。哇，好美哦！这间房间也太美了吧！几个小时后，他们将对这个景色完全改观。你喜欢东方明珠吗？喜欢。给你看我刚，给镜头看我刚拍的东方明珠。好恶哦！哦呀！你这有病！你这有病哎！你这是……你要被抓去关了。我真的有点担心。就这个人，就这个人。我真是反叛的一个艺术。你四月会回还回得来吗？我们跟他多照点相好了。钱一定要很小心，因为你们在上海。钱一定要很小心，因为你们在上海。钱一定要很小心。最好设在880，因为你们在上海。砰！这全世界最大的星巴克吗？对，就这里。哦，来来，看不出来这么大哎。那全世界最大就一层楼而已。不是啦，前面这家才是啦。好老派，好老派，哎嘿。综艺节目的被骗啦！被骗了，哈哈。但后来又。老进大观园了，两层啊，好香哦，好漂亮哦，我觉得好快成为一次今年末，这鸟好厉害，我在这儿，我要红豆的温泉，所以就是一整个过程，对啊。浓醇的咖啡让我想起远方的爸妈。哦哟，你没有照着我的旁白走啦。好久不见。张学友。再次马蒂斯，好久不见。好烂哦。我们接下来要去非常时髦酒吧。真的，画面很漂亮。上海湾队，然后就进那对情侣，好莫名哦。耶、yeah, ，幸福，幸福，那没事的。
州，三米粥铺，20分钟就送到了，好快哦！你看，还有套餐，套餐就是加牛肉饼才19块。好，不要谢，不要谢，谢谢。OK， 拜拜。吃早饭了。你不是说他说不同家麻烦吗？油条可以配粥，皮蛋瘦肉粥，鱼片，鱼片，干贝鱼片，看起来很空。起去吗？哦，好烫哦。嗯，好吃哎，好吃哦。对啊，我的，嗯。头夹，嗯，很鲜耶，很鲜，嗯，哦，好吃，好吃吧，嗯，这油条好吃，好吃哦，我想要泡在稀饭里让它软，对啊，可以泡稀饭。要来介绍一个上海的地铁的特色，地铁的特色就是逢包必捡，真的是逢包必捡，对，一定要碰面去检查。没错，他来了。中华艺术公平，中华艺术公平，中华艺术公平。它整个设计就是一个中华的华。对，为什么不要讲话？你为什么？我们本来以为。会是看到假的清明上河，就很假的那种，然后是很屁的那种，一进来傻眼，是真的，本来以为只是动画而已，就是很屁的影片，没想到对，就做成那么长哎，欸。来一个色戒的眼神，什么意思？欢迎收看。废话食堂，废话不多说了。第一次废话食堂主持人完全没有任何废话可以讲，明就还在讲。可是鲑鱼已经多到看不到松饼，超狂。哦，嗯，看起来好赞哦。嗯，好好吃哦，还有水波蛋哎。嗯，感想感想，好幸福哦，天哪。很吃得着，好好吃哦，脑袋变空白，超好吃。那跟明天是礼拜一比呢？抵得过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平复。我个人是草莓的权威，草莓鉴定团什么时候评定的？我加很多农药，很好吃啊！配鲜奶油啊，配鲜奶油。好吃，它松饼很扎实哎，这 QQ 的。好嫩哦！真的、哦，确定不用等它滑掉。想到刚刚的鱼就觉得吃的好心虚，不用打滚没关系，它滚过哦。微辣，因为我吃的也是中辣，然后你两辣，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太辣你真的吃不出食物的味道。对啊，好好吃哦。嗯，哦，这么感人。你要被骂。早哎、欸！哇！好几个！嗨！嗨！谁啦？喊我进！跟大家说一个上海历史故事吧。好，拜拜。晚安。
嗯，还是你脸比较大。鼻子，跟比鼻子大，比鼻子大，超猛的，好可爱哦、喔，好狂，超好吃。好吃。妈呀！太可爱了吧！无限卡贵很多吧？应该。战争准备开始。惊呆了！答案在那边的。我的面包被丢掉了。战斗面包没了。他说从去年七月开始就不能带食物。好，我要买寿司哎、欸！我们要去买贵的要命，十五了。八条命没了，你刚是不是哭啊？我的手抓到破皮了。然后还会跳舞哎、欸，还会跳舞哎、欸，哦哦哦，这个也太夸张，有点杰克有点自肥哦。来，这位小朋友。我爸爸在前面。杰克喜欢这一型的吧？日本妹。Sister。贝好像有点高额头哎。最后一天还是要吃香甜虾。哦，好闭嘴啊！哦，好闭嘴啊！哦，好闭嘴啊！好醉了。对啊。好爽，超爽。好好吃哦。好多，我妈呀！是啊。有光，好赞哦！真的、哦，嗯，好酷哦，嗯。我有朋友练脚屁，超乖，他一天到晚看别人脚。